白话佛法，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心经实际上就是叫我们要转世成智，把你的所有的五蕴全部转成一个智慧，就是我们说般若。所以如果你看穿了五蕴之后，你就有智慧了，所以叫转世成智。那么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的时什么意思？因为时这个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都要行深般若，也就是说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还是未来，你都要学大乘佛法的深般若，就是最深的智慧，听得懂吗？在金刚经里面有没有讲啊？这个时间虽然是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在这个时间，实际上这个时间可以指过去，也可以指现在，也可以指未来的空间，也可以指三维空间、四维空间，都可以指。但是这个时间在《金刚经》里面有讲过吗？过去不可得，现在不可得，未来也不可得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今天在学智慧当中，我就要明白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不可得。接下去，菩萨为什么特别幸福？为什么叫西方极乐世界？菩萨的心都是一样的。你看看，如果你们今天念经的人，每个人心都是很善良，你们是不是相处的会非常开心啊？所以菩萨的心都是一样的。为什么我们人这么可怜？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心。就是说人的心，他每个人一个心，一千个人千人心，一万个人万人心。所以你想想看，每个人都想自己的事情，你怎么可能幸福？菩萨的心都是一样，慈悲，他们同一法身，一心一智慧。所以菩萨都有智慧，都是这个心。如果你们今天都是学佛人，今天你们都去做善事，一心一意都去帮助别人，没有自私的心，你说你们如果相互之间没有自私的心，你们是不是会活得很快乐？是不是会相互帮助？那么你们现在的烦恼是怎么来的？就是每个人想每个人自己的事情，你们不是一心一意，所以你们不能得到如来真谛。那么菩萨为什么在天上这么快乐啊？因为你想什么我也想什么，你想帮人我也想帮人，你对别人好我也对别人好，你想对他好好的，这个菩萨也对你好好的，你说会有烦恼不啦？你们这里呢，人家对你太好了也怀疑的，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的啊？对不对啊？人就是啊，整天动小脑筋的。那菩萨呢，就是真心对人。你今天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也是心是一样，想的是一样，做的是一样，所以菩萨跟菩萨开心呀，观世音菩萨跟大家都是好。所以为什么你们求菩萨会灵会不灵啊？你只要有善心有慈悲心，你求观世音菩萨你就灵。你今天求菩萨不灵，就是因为你还没有跟菩萨一心一意，没有心佛合一，所以你求菩萨不灵，因为你没有感动他的心。我们妄心太重，所以一百个人两百个人一千个人都有妄心。所以大家要明白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就是说未来的菩萨他是一定是照见五蕴皆空，那过去的菩萨他也是能够照见五蕴皆空，菩萨都能照见五蕴皆空，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学佛人也要照见五蕴皆空呢？因为我们要学菩萨所走过的路，所以我们必须看穿人间的一切烦恼，看穿你的想。我举个例子，
色受想行识，我拿个想出来，你们越想越害怕，最后人家告诉你不要害怕，没事的，你是不是放下了？你刚刚想过的事情不就没了吗？所以菩萨就告诉你，你们想也好，色受想行识全部都是想的时候有，想过了就没有，所以是不是到最后都是空的？空的嘛，就是没有。那么把心经再浓缩成一个字，实际上就是照。照就是观照，照就是什么？寻找观照。你比方说你孩子要照顾吗？为什么心经里面要照啊？就是观照你的心呀，把你的心好好的观照，你就不会心出毛病了。你的整个人生出毛病是因为你的心出毛病，所以金刚经也好，心经也好，最后讲的就是你要照看好你的心，不要让它出差错。所以照见五蕴皆空，让你要照啊，关照自己啊，管住自己也叫照啊，管住自己不要造孽呀、啊，管住自己不要去贪啊，嗔啊，痴啊，慢啊，疑啊，就是关照啊，好好的照住你自己啊。你们现在身体要不要照啦？吃的太多了会不会肠胃出毛病啦？恨的太多是不是肝肠寸断啦？你们天天管住你们自己，你就不会出差错。你天天管住你们，照看好你们自己脚下的路，照看好你们的心，不要让他去贪。看佛法，学佛法也是照，观照好自己，你就成功了。所以讲到底，这个心经到最后就是个照，照见五蕴皆空的照。照到最后，你能不能到彼岸啦？到精进，你说精进可以的呀。精进到最后，你没有观照，你只有精进，你走错路了呢。你忍辱忍到后来憋不住了呢，出毛病了呢，脑子出毛病了呢。照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就是照看好，有没有出差错啊？有没有精进啊？有没有忍辱啊？我都可以照。所以照见要彻底的明白，照见五蕴都是空的。那你这个人离空得乐，每个孩子都要乖一点。你们生一点气，就是在伤一点自己的命。你们每天开点智慧，你们就在延续你们的生命。你们每一天想得通，能够照见，就是看穿五蕴都是空的，你们就长命百岁了。你告诉我人可怜不可怜了？有几个人看得穿的啦？这是我的，那是我的，我要面子。你们有什么？要什么面子？你们一辈子有过多少面子？没了。你们一辈子没有过多少面子？也没了。要什么面子啦？活着就好好念经，好好的越过自己人生的障碍，好好的克服自己。人最傻的就不停的在伤害自己。你们要学会不要去伤害自己，自己才活得长啊。你们天天在伤害自己，你们能活几天呐？天天生气，气得嘛头发白了，皱纹来了，口干舌燥，心脏乱跳，想通了，不要去烦了，有什么好烦了？缘分嘛，一切都是缘分嘛，整天嘛板个脸就看出你的一生就是苦到今天。你们今天那个脸还板着笑不出来的人，就说你苦到今天了，苦的来都笑不出来了。我希望你们开心大笑，开心大笑的人真的想通了，放下了，笑不出来的人。其实师父讲的都对，我都明白，我想开心，开心不出来，就是还想不通啊。有什么想不通了、啊、记住一句话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对不对啊？学佛了你还怕什么？你没学佛应该怕。我告诉你，走在马路上都怕掉个花盆下来把你砸了，你现在学佛你怕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没有烦恼不要去想，越想越烦，越烦越要想，人就这个毛病，想什么、啊、想到后来嘛神经病呀、啊、神经病嘛就是想出来的呀，神经病怎么来的啦？不就想出来了，想不通呀，一直想不通，到最后呢，这个一切都是缘分呢，缘分过了嘛就没了，没了嘛有新的缘分来了呀，对不对啦？观世音菩萨天天在照看着我们，好好修心，开开心心，不烦恼，什么都想得通。有些老妈妈一生啊、哦，她吃了很多苦啊。到了晚年，她修心之后，我问她：“老妈妈，你过去怎么的？”哎呀，过去的不要谈了，过去不修心，什么都不懂。现在我想明白了，我一点都不烦恼。要调节的，要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天天念心经啊，
心经每一个字你们都要好好念，心经每一个字都是这么有智慧，明白了吗？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还叫你们搞不清楚啊？就是轮回呀、啊，有的会没有，没有了又会有，就叫你们想开呀、啊。没有的东西会有的，有的东西又会没了。你知道这件东西会没有了，你还会难过吗？你知道这件东西没有了以后也会有，你又不难过了吧？这不是智慧呀、啊，听懂了吗？好好修心啊，菩萨跟菩萨嘛，就是每个人都慈悲心呀、啊，所以他们没矛盾呀、啊。在天上也是的，你想什么我也想什么，所以你说一对夫妻，老婆想什么老公也想什么，会吵架、啊、这菩萨就是的，菩萨想什么那个菩萨也是想什么，大家一心一意的，全部都是佛心呀。我们人呢，你想你的他想他的，一万个人想一万个人，你说怎么能够凑在一起啊？人心就是不古，就搞来搞去啊，所以做好这个思想准备的呀。有的时候你想想看，你要说动一个人，他怎么可能被你马上就能够改变他的观点，不可能的，所以要慢慢的做些工作。大家都想菩萨所想，做菩萨所做的事情，那你跟他一定合得长，一定好得长的呀。像你们这些孩子，因为我跟你们都在学菩萨，我学的菩萨跟你们学的菩萨一样，你想想看，你们以后跟我一定好得长。